112张牌已经全部出现，世界升级，开启二段难度模式。二段难度模式，这是什么鬼？这是什么东西？小心你身后！我和你拼了！小明明，快闪开！我怎么能做出那种闪避动作？卡牌都是对应28星宿，每个星宿都有红蓝黑白四种。今天太阳的位置就在朱雀井的位置上。难道是？你小子发什么呆呀？刚才多危险啊！对不起，光远哥，今天太阳是什么天位？青龙炕，你问这个干什么？青龙炕，有了，这个怪物太难缠了，根本打不动。好在它移动速度并不快，这里被弄得烟雾弥漫的，我们还能周旋一下。一会儿烟尘散了，就麻烦了。那它总有弱点的吧？弱点倒是挺明显的，可是我的枪射程有限。不靠近他，根本打不中啊！我来吸引他的注意，你来攻击。哎，别乱来啊！哎，这里，这里，怪物来打我呀！怪物，这里。情况和刚才几乎没有区别啊！不管了，
去死吧！靠！关羽哥，这东西力气好大呀！这个原来是个移动军火库啊，这里吧可真够大的。小明明好样的。厉害吧？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身手这么好，以后别藏着掖着啊。秃子石头龙二，他们都是我身边的好手。哎，这该死的世界！昨天明明还一起喝酒，今天就把他们葬了吧。老大，那个怪物是怎么回事？高级玩具而已。人抓到了吗？抓到了。带过来。哎，光远哥，你手里有青龙炕的卡没？青龙炕？我瞅瞅。有啊，一张白色的。果然这样，难怪刚才光远哥能够挺住。那怪物的破坏力可不是一般的大呀。等会儿，小刘呢？他刚才和秃子坐一辆车，打起来之后就没看到他了。你们是在找这个废物吗？小刘，放开他！那悉听尊便了。小刘，醒醒！光远哥，是光远哥吗？光远哥，我没临阵逃脱，我只是看到有人在那里，就别说话，你先休息。能发现我们，这小子挺机灵，就是身手太菜了。光远哥，我真没用，我什么忙都帮不。休息，不许说话。光远哥，自从你把我从执行者手里救出来，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变得像光远哥这么强，能保护身边的同伴。别说了，我马上带你回去。或许我永远也不会有光远哥的力量，但是我还是希望哪怕只有一次，我也能够有勇气站出来保护。陈光远，你的人怎么都这么爱幻想呢？以为这是热血漫画呢？住口！哎呦，陈老大发威了，咱们是不是得赶紧认错呀？光远哥，原谅我。
扎的皮来祭奠你。哟，你这出柜宣言是不是太吓人了？行啊，来呀、啊，找我拼命来呀、啊！小明明，我掩护，你快走。那边那个小子，别说我不给你活命的机会。你和你陈大哥打一架，赢的爬着走，输的躺着流，怎么样？你休想挑拨离间！10秒后不开打，两个都躺下。10，光远哥，9，你有那张白色青龙看板对吧？7，怎么了？演出戏？6，得罪了？什么？5。看到没有，陈光远，这就是人性。踢我，别太使劲儿。你疯了？小明明，本来我还拿你当兄弟的，你不要逼我。打呀，打呀！这新人真傻，枪都扔出去砸！我去！枪，还击！好样的！我让你刚才轻点，哎呀，疼死爹了！那是为了配合你，让你演得更逼真吗？包围他们！光远哥。然后咱们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先想办法突围吧。有办法了。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我们要多愚笨存在，空洞的生活，空洞的无奈，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像宇宙转折接踵来，尝试不同玩笑安排，秘境从此打开，跟随陌生的未来，步步精彩。看太多是他最好的安排。带上家伙，追！老子的命是自己挣来的，不太对劲啊！放哨的人呢？我的人呢？那些老弱病残早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你瞅啥？我瞅你咋的？妈的！八十八。
吃。上回说到公司打卡记录过了12点钟就会不认，那时候好多可怜的孩子们加班忘了时间，过了12点钟结果被算旷工。真的，你过十二，他那个就到12点钟，你再打就是第二天了，算你上班打卡。老大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没办法避免的，毕竟就是每一个人他喜欢一部作品，他喜欢的点那都不一样，看待一部作品的样子也都不一样，就是我没办法说保证我去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跟其他的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肯定会有一些出入。对，到时候可以咔一下，虽然我心酸体胖，但是少黑一点，谢谢。其实那时候跟北向也聊过，就是包括后面的一些戏份的一些增加什么的，就是在第一季的后半节吧，后半节在一个游乐园的那种游乐园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当时其实这个那时候我也问北向，就是为什么那块地方他没有着重去刻画什么的，北向告诉我是稿子时间太紧，背景来不及画。这个不再吐槽。还好是吧，啊，对，然后所以就想着在动画，其实这也是跟北向交流的时候就想的，就是在动画里面把一些就是他漫画里面的一些缺憾，然后能尽量去弥补一下。其实包括那时候一开始跟他商量，就是说反派嘛，反派 BOSS 雷阵雨的那个基地，他说他们当时漫画是安排在一个体育场里面，非常空旷，那场景非常空旷。然后后来我说我那时候跟他聊起来，然后就说给换一个地方，换到一个就是。感觉就是重金属的气息更重一些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说完全没问题，这是跟他第一次交流，第一次就关于剧情上的交流，他说完全没问题啊，不管。我说那说你为什么要放在体育场呢？空啊，好画呀，就是这样。前五分白粉呢，我觉得算不上吧。谢谢。好。为什么呢？为什么？这还有为什么吗？片子大家都做了那么多了，然后动画三维动画在中国发展也不是那么一两年了，是吧？然后最早的莫比斯环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哎呀，我就不知道提问的这帮人为什么出个东西，然后要中国第一部什么什么什么，中国第一部什么什么，天哪，哪有那么多第一部？我们只能说尽量就是尽量多的每部动画片都在进步，对，不要老填补空白。填补空白意味着起点很低的从零开始，好吗？原来你也在看腾讯动漫啊！我只是课余打发下时间而已。让我翻翻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我只是随便看看，还给我！你还装？腾讯动漫 APP 有喜好收藏功能，一看便知。我只是觉得这个漫画挺有趣，这个作者挺有才的。那个，这是我原创的漫画作品。腾讯动漫，你的作品同桌都爱看。你的血是我的救赎，这些魔人的小妖精都是我的，不择手段也要把你留在身边。对班群集，谁与争锋？九月精彩内容尽在腾讯动漫 APP。